实境节目奖主持人奖。The winner is Kid 吴宗宪。恭喜！吴宗宪和 Kid 两位主持人和来宾在综艺玩粉大中亲身体验，两人互动妙趣横生。吴宗宪保持一贯诙谐风格 ，Kid 搭配默契良好，卖力参与游戏，在两人搭档下，让节目更加活泼，增加不少效果。恭喜宪哥，还有 Kid， 来来来来来 ，Kid， 你怎么抱曾国成比抱许维恩还久啊？奇怪了。欢迎，恭喜二位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恭喜。恭喜 Kid， 恭喜宪哥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完全没有打算要上来领奖的感觉。这一个节目，我们飞了全地球25万公里。名单拿出来，要感谢，赶快。我们要谢谢我们这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评审。当然也要谢谢中国电视公司，三立电视台啊，来来，好紧张，不打算会得奖。恭喜，谢谢评审，没有我旁边这个吴大胖每次乱开炮的时候，失去你们的判断。是是是。然后我要谢谢好看娱乐的小汤哥、小叶姐、阿志、小董。我要谢谢我之前，你身体怎么抖得那么厉害啦？我要把它讲完先。我要谢谢传奇新娱乐的 Andy 哥，还有黑人哥。我要谢谢所有穿过红色制服的我很大的工作人员。所以你一看啊，宪哥在圈子里面别人混得比较久，你该谢的都没有谢。谢谢我们郭部长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部长姓的是郑，不是郭。啊，谢谢我们的郑部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是让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是让我来吧。谢谢我们郑部长。郑部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因为我们真的嗨翻了。真的嗨翻了。还有一个人，我如果不谢谢他的话，我可能这一年都会被他 diss， 那就是曹希平曹大哥。我以为是小恩呢，他都落泪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今天又来到现场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经纪人 Debbie。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女朋友许维恩小姐。啊，他谢的我也都谢，再次谢谢大家。综艺玩很大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节目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喊苦不喊累，我们希望如果观众朋友喜欢的话，我们就好好继续做下去。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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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，我们再